拿起麦克风大声唱，就算唱错也不要怕。在文山区万有里日文班上课，老师会让大家来个接力唱，先 review 一下上星期教的，再进入新阶段。你是缝纫机哈。看到片假名母萨萨，别怕，先跟着老师念一遍，再一一讲解容易混淆的部分。有问题让您问到会，怕的是不肯开口学。里长最好了，给我们三个月不要学会。那时候那哎呀好啊，给加嘛哦，加紧学，啊学的好一期的，在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就认真在学了，学那个外来语啊，那个是用片假名，哎，啊等第三期又会变成有汉字了。有汉字上面会有平假名，啊，他们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啦，啊，从啊一乌诶哦这样学，啊，还教他们写，啊，写完以后啊教他们默写啦。平常他们都唱国台语唱习惯了，用国台语去注音，啊，有的人用波波摩佛去注音，有的人哎懂英文用罗马拼音去注音。每星期三下午就是万有里民最期待的教学聚会时光，除了练习日文，左邻右舍也不忘联络感情。我没有给他们压力啦，我都说大家来就是高兴嘛，啊有的人说哎呦老师我都学不会怎么办，我说你就来当交朋友啊，啊唱唱歌心情也愉快啊，啊不会你就能记多少剩多少嘛，因为这个程度当然会有的人会很认真就很快。以前我都带孙子带我们的里民去学游泳，啊，现在当里长了，我想要多元化，多办一些活动，啊，因为没有兴趣游泳的人，我们就来开个班，有的喜欢唱歌，啊，有的喜欢跳舞，所以我们万有里希望哈，每个里民都过得很快乐、很健康。担任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十多年的文山区万有里里长陈高美美，请听地方声音，重视里民需求。除了日文歌唱教学，里长也举办手语歌唱、游泳班跟美容 DIY 等等实用生活课程，希望鼓励引发长辈们踊跃走出户外，丰富自己的人生。记者谷灿勇采访报道。